五个男人守在你家外面，准备好武器，听我号令。昏倒，我想出来看看。你昏倒？不是，阿妈，阿妈家里只是去急诊挂点滴而已，他没有昏倒，他没有昏倒。急诊室吊点滴？哦呦，你们两个，你们重要是为什么不跟妈妈讲啊？你啊？阿妈老了没有用了，什么事都不用说了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我有惊喜呀，我有什么用的？你赶快先回去休息啊，我自己跟阿妈解释。阿妈，阿贤，